玩到新北市坪林茶叶博物馆，坪林 Tea Museum。阿姨，我们到博物馆了。你没去过，你怎么知道？你要去看看呢、啊。我想要看到那边有玩具。搞不好有哦，我们上去找找看看有没有玩具。我没有嘞。没有，我们就找找看什么好玩的。爸爸在做十连制登记。我来讲讲这个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所属博物馆员门票收费公告，是全票80元，可是如果你符合这8点就是免费，那小朋友也是免费的，像我们涉及于新北市之市民，所以是免费的，大家给他出示看证件就可以免费入园。啊，范妹妹量温度。你要去哪里？去博物馆。对。好，走了，说谢谢。哇，白白的，很极简的一个设计。嗯。草木间。是卖东西的。很清幽哎，应该是卖东西的。啊。沙区那边。然后我们去这里，哇，这玻璃的设计耶，大片玻璃落地窗。嗯，证件。一个人可以就可以了，四个人。对啊，嗯，我们要身份证。新北市啊。我们要身份证。哦。居留证。长期居留。身份证哦，好，是你已经成为正式的人哦，才可以进来哦。因为你居留证代表你还没有拿到身份证哦，这是永久居留哎。可是我们是要拿，就是中华民国。哦，好，那就没关系。嗯，谢谢，那我们就不要看。啊，没关系。嗯，谢谢。谢谢。但就是购票价。嗯，好，可以。不会。这里好像三合院呢，一个代表是那个石莲志，家师。我觉得这很像三合院哈，这里这样子很像三合院。那也是买东西的，可以看对不对？他刚刚说没有门，那边要门票，这里不用门票。那我们来这里不用门票看看。哦，这里是茶叶，这辈子一定要喝的台湾茶。好精致哦，新增层坚持融合出极致茶食之味，想吃牛轧糖的两只。好漂亮哦，大理石的桌子，很美很美哦，我喜欢这种植物。真没有在这里吃啦，不要乱碰哦。哇，这龟背玉好美。好吧，我们去参观。刚刚他说长期居留证是可以进去的，那等一下我们再进去参观那边。阿玉又在捡石头了，他很爱石头，放回去哦，摸一摸就好，快放回去了。好，我们进去参观了。后来那个小姐说永久居留证是可以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准备进去参观。进去了。我是永久居留还是长期居留啊？永久。永久居留啦，永久居留证是可以的。那我们进去参观。谢谢。这里有 DM。是什么？是 DM 吗？很特别，三角形的。好吧，我们拿一张。茶山穴，他们
哇，很漂亮哎，古色古香的，很美，玻璃屋的感觉，很美哦，很美哦。对啊，它用三角形的元素，全部的那个室内设计都用三角形的元素。哎，这刚刚我们有看到鸟哎，刚我们看的好像是那只哎，对，我们看的鸟好像是那只，名字叫做夜莺。你看这里还有很多穿山甲。这很多树哎，这什么树？翠玉哦，不是，是茶叶。翠玉，这里有蝴蝶，你有兴趣吗？好，等下我们再去看，现在可以看蝴蝶，各种的蝴蝶。百年时光，哇，这三角形好美哦，还有结合那个染布这样子垂下来，真的哎，真的哎，那是青蛙的声音吗？哦，有些有声音，有些没声音。不是，因为你们一直按。我看这个小鸟的。我觉得这有一点点可怕哎。阿恩来看，我觉得这有点可怕，不能摸哦，这个很可怕，我觉得里面有水。对啊，这可以坐着，这是茶叶，不知道怎么摸，还是在选茶叶啊？可以摸吗？可以摸啊，可以体验茶叶的那个触感。我感觉舒服哦。嗯，舒服哦，妈妈摸摸看，不会怕，这就是茶叶啊，害怕就不要摸啊。好，不摸。哇，这大茶壶，古早味。你看，你们是采茶女吗？采茶叶的，采茶叶的女孩。没有了，看一下下而已。哦，有了有了。你看这里好美哦，你去看它纹路，对对，纹路啊，哇，美丽耶，这是不是小石头啊，小碎石，平林人的阿嬷。来盖章，在这里，好，该穿山甲，要用力一点，用力一点，用力一点，找到一只穿山甲，叮咚，叮咚。我们刚才找到了，我们没有找到穿山甲，在这里啊，有啊，穿山甲在这。我们怎么找到穿山甲？爸爸找到那个盖章可以盖。可我们还没找到穿山甲。有，在那里。在那个小鸟那里。哥哥自己盖。嗯 ，OK， 叮咚。这个有，带你去，我带你去看，走，带你去看，你可能忘记了，来，我带你去看，在这里，你的前面就是穿山甲了。
对啊，嗯。有在这里，应该也可以，都一样的。啊，很好。漂亮。我们准备下楼去参观。儿子走楼梯，我们坐电梯。我们坐按一楼，按一楼。没有，不是按一楼，T1。到了，儿子呢？他走下来了。哦，这里有一间厕所。嗯、哦。啊，哦，这又可以盖了哎。对。我们要看好是什么模型，那是什么植物啊？我看，没有了。穿山甲刚不是有盖，怎么没有？哎，在你那边。哦，在我这。来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没看过。嗯，没看过。我们先来盖这个啦。哎，我们拿新的一张可以行吗？没必要再拿了，这两个是不一样的。盖了吗？这是什么？你是什么模型啊？不一样，哎，不是这。我来找找看。都可以盖，可以来。你要盖哪里？盖这里，盖这里。都可以，我来盖。你要先盖这边。哇，盖了一个茶壶哎！刚刚阿玉有跟茶壶合照哎。哦。哇，你盖那么大一个。哇，这是什么？看不清楚。我有看到这个宝石哦。嗯。盖第二个好，我觉得盖不好。哦，这个可以。哇，好啊，妹妹。盖第二个。妹妹是很用力哦。这里。哦，超用力了。哦、这厉害。厉害。厉害一点。这宝石盖过吗？没有，没盖过。这里，哇，嗯，可以了，好玩的，嗯，有四个都盖了，太牛博，有四个都盖了，我们去参观吧。啊，里面包有什么好看的？那是什么？水倒转的。水倒转。什么？就变大。哦，放大镜。你的也动了，会讲故事，走咯。拿话筒会有声音，什么声音？有人打电话给你吗？哦，好，妹妹来这一台，哇，这台更复古了。好，听听看，谁打给你？哇，有人打给青阿玉耶。讲故事。OK。有人讲话。我知道了。OK。有立顿红茶哎，立顿。哇，搓一搓神灯就会有什么出来？好，赶快搓，阿玉赶快搓，赶快搓。阿玉要一起搓，阿玉赶快搓。搓一搓茶壶，呼叫。呼叫大炼茶师哦。
哇，有了没？还没耶！啊，有了！你们好厉害哦！东方红茶、北埔三星红茶复刻茶罐、永光红茶复刻茶罐、台湾红茶公司茶香造型红茶、台湾红茶、日月红茶、仙女红茶。哎，这个好怀念哦，好像马来西亚路边摊会这样子绑一个茶，就是把茶啊、水啊、饮料啊放在这个袋子里面，这样子用原子绳绑起来喝。马来西亚就是卖这样子，咖啡红茶、西兰红茶，哦，这就比较现在可以看得到的，这些我都没看过。这你小时候看过吗？这小时候你有看过，果然是台湾长大的。这是什么？像那个这样子，水往上的嘞。水往上吗？这真的水都很上吗？我们看一下。这有圆圆圈圈，真的。水往上啊、哦。噔噔噔，这些东西有水。骗人的吧？真的。真的是水往上。你看它水滴子往上，往上，往上，哎，水是往上的。那为什么它力气那么大，它可以慢慢往上？它是通电。哦，这个就是类似负离子的盐，它透过这样水净化空气。哦，它一般人是放在婴儿房，婴儿房做空气净化。哦，那我们拿来做这个，主要就是说时光倒流。哦，时光倒流的意义。回到过去去看红茶的故事。哦，还有意境哦。妈，时间倒流了。嗯。刚刚看的博物馆是在这里，然后走过来，这里有一个体验馆。哦，这应该是茶的机器，对，香型烘干机。乙型干燥机、望月型揉捻机、手摇式揉捻机。绿色的。哦，这是机器。这个机器是滚金机，室内尾雕架。你们在干嘛？啊，在干嘛？泡茶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啊，这你又在干嘛？在打他。揉茶哦，揉茶。哎，快到了，5、4、3、2、1，开始嘞。好，开始，快点揉茶。你这样太暴力了，小力一点，揉揉揉，揉茶。哇，宝宝，这也是炒茶哎！好，开始了！哎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！好，刚好的时候。好像在变魔术哦，宝宝好像在变魔术。3、2、1，30秒哦。哦，就这样子炒，倒数，炒30秒。哎，没有动哎，不及格。啊，动了，动了，动了。哎，又没有动了。要感应到才会动。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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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那右手，哎，有像你的手哎，他很会模拟耶，真的，有像你的手哎。你的左手没有感应到，没有了。最后右手有感应到。哦，炒茶大人呢？哦，变炒茶大人呢？乱炒一缸。阿玉，这里是什么？游戏呀、啊。是什么游戏？
选罐子啊、哦，选罐子来做一个茶。好啊，你看你要挑什么颜色？你要挑什么色？这个有蓝、有黄、有红。你要选哪一个色？红色，漂亮啊，很美啊，加去。选个花色盖天地。妈妈是哪一个？你要用右手弄花束，对。看你要哪一个？三角形好啊，哇，漂亮。半圆形啊，漂亮漂亮。好，那第这个选个框框，好霸气。这个比较好。嗯，漂亮，有这个树叶的，还有花朵的。这个选个商标，好开市。好包种茶。我觉得这个比较好。嗯，好。最后一个选个标语，展志气。然后这个好啦，金字招牌，自产自销，品质优良。好，这个赞 ，OK 了，这 OK 我完成了。完成了这个吗？嗯。然后呢？我要寄回家弄 email。email 这个吗？怎么打？你点下去看看，上面。哦，要打 email， 好，妈妈打。这才差的，好，开始，五四三二一，好，开始踩沙，踩，哇，你也蛮厉害的哦，哦，很厉害哦，快快踩满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快快快快快，哇，踩满了哎。哇！哇，那我这样也可以哦。你太厉害了。走，从赶走，快点，快快。奶奶。哇，长大了。这是我的，奶奶，拜拜。放上去，哔一声感应，他就介绍了蜜香红茶。港口茶。哇，翻给你看嘞。